担任艺人造型，就当然不好啊，压力很大，然后就很容易皮肤啊会过敏啊，然后会有一些一粒一粒的。今天它就是一罐，然后我就包括遮瑕、气色，然后重点是它很持妆，我也不需要压什么粉啊，或是再遮瑕之类的，可以无敌。他们都会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今天气色怎么那么好？”然后问我说换了什么底妆啊什么的，我就会跟他们推荐。就是因为它很自然，然后又很持久，很适合我们这一行。被艺人看到在补妆，其实也蛮三八的。